这儿有眼的，我操！这他妈对面中单人又不见了，嗯啊、上的有点早，杀不掉了。我操！我该上了。嚣张啊！对面下路，哎，转麻了，转麻了呀！要是先杀千珏就好了，这波应该先杀千珏。我有点没看懂为什么泰坦刚才要交闪现呀、啊？我感觉他不用交闪现也不会被搞啊，他不交闪现 A 到锤时我直接 QW 去守边。这个兵线，得走了呀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有E吗？好E，一早了呀，会不会有人可以明白？
还有大的呀！我怎么感觉，哈哈，有点奇怪。我感觉我玩的也很奇怪，他这地面玩的比我还奇怪。 着带然后忘记你，接着紧紧闭上眼，想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，让我不再想念你。 本来中单崩的，那波下路他起飞了呀！那波下路让中单起飞了，齐亚娜这英雄起来就有点无解，这英雄起来伤害就看不懂。 打小龙吧。 欠绝呢？这欠绝上去了呀，欠绝！这早上没找到。
太肥了吧，这边有点乱了呀，感觉不是怎么都松起来了，一个一个死。哇，他好装啊！他怎么这么装啊？ 哇，他这好装啊！刚来的直接大他死了呀！嚣张啥？哇，他这个一技能，哎呦，这伤害！ 这伤害！我操，215的狙，好爽啊！